还没结束。你平时我是准备好结？搞错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俊卿。各位朋友，一曲精彩的曲牌《哪吒令》拉开了纽约梨园社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130周年，纪念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海外名家名票京剧演唱会的序幕。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刚才为您奉献精彩演奏的乐队老师们。首先，有请原北京京剧院青年古诗王成先生弟子张丽萍先生。纽约梨园社社长金湖名家燕守明先生弟子吴亮先生。吕美名家何东莲老师。吕美名家前辈赵正平老师。吕美名家果兆顺老师。吕美名家刘志军老师。宋柏如老师。王明老师。感谢大家刚才的精彩演奏。传统名剧《太真外传》也是梅派名剧之一，表现的是贵妃杨玉环华清池沐浴，温泉水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场景与仪态，尽显皇家仪态与生机。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春日锦和》。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有请纽约梨园社青年团主要演员余派老生李泽新为大家带来一段捉放曹选段，谢谢。
你不想要我家门的痛。